这次之所以会选择在图兰本，还有在巴厘岛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是印尼作为整个全球的珊瑚礁多样性的中心，它非常的受到这个人们的关注。我们之所以选在这里，也是希望利用巴厘岛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胜地和这个珊瑚礁的丰富的潜水胜地呢，去唤起人们对珊瑚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关注。